你们这儿，我再比划手，那个边上一点，往边上算一算，稍微算一算，来，那个大会正式开始，大会开始了，大会开始了啊！来，都往那儿聚一聚啊！大会要开始了，都往那儿聚一聚。你别握手，站好了啊，站好了。好的，那你看。开始了啊！大家安静啊！纪念著名武术家太极拳晋级实战家马百刀，武学大家，当代五十泰拳宗师王培生先生诞辰五十周年逝世十周年大会，现在开始。纪念王培生先生诞辰95周年逝世十周年大会，现在正式开始。王培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武术家，他一生奉献给武术事业，他的功勋昭著，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。在他诞辰95周年之际，武术太极拳推手大会第12次大会也在此时举行，我们共同纪念先生，共同缅怀先生的功绩。我们这个大会分两个会场，上周在回龙观举行了一次大会，由王培生先生的公子王乃祥先生详细地介绍了王培生先生的生平，今天的会上就不再重复了。我们今天大会有这几个议程啊，一个是要进行一次太极拳推手的表演以纪念先生啊，再有呢，我们今天中午啊备了几桌便饭啊，向王培生的弟子和远方的客人来参加。我们现在呢，就先进行推手的表演啊。先是由我的师兄先来，刘庆奎师兄啊和他的弟子表演。今天呢，我几位老师兄因为有事情呢，有身体不太好的都没有到啊，他们是高壮飞先生、金满良先生、陈兴坡先生啊，还有张伟一、赵琴、楚存厚，咱们都有身体情况和家里有事不能来了啊，他们都事先请了假啊。现在呢，我们这个纪念会的推手活动现在开始。这个你们都大队伍。来，先来捧你姐啊，捧着腰，调和点。来了，别把圈都让大点。来，把圈拉大点。哎呀，往后退。往后退。圈都往外放。啊，没人，你从哪边放？再放。这个捧着。完了别按，这个太极拳呢，主要是我的体会啊，各位高手都在这儿，我的个人体会就是要断其根，断其根就是这个劲儿啊，不要打到上
打在上头就如同一个竹竿子，一个大竹子，它能探着，把它一下按，要找到它的脚，按脚，钻起个这样的比较发的比较快。啊，笑话比较他爱我的大娘呢，这么一个我应该打出来啊，形大不如形小，那么我打的呢尖，这就是尖，那么同样这个手一走呢往下跨一道打他的胯，这是他的胯，往下走就他的脚抬着这把手往下一沉找他的脚，找他的脚是吧？疼。那么再一个呢，就打打斜角，打腰过去，腰，那胯，你这胯，不要平推，平推就顶。他要推我，我推他，我们俩就对。把那个通过自己的由后背，由后背胯往下走，走这斜缘，正好是他的腿。不得劲儿，胯和脚的部位，放个方向，哎，试图放个方向，讲的是他这个，哎，放向啊，这样，知道吗？这有点冲这边了，你的脸冲这边啊，这样，哎，这个呢，我按他还是学长，自己要松弛一下，好的，这头牛，不要肩当，哎，不要肩当，肩当就是力子就这么大，就松一点。啊，嗯，嗯，要注意腰力，那么通过这个也是打的脚，打跟这个是找谁玩儿？刚才我跟谁玩了，是吧？石头往后退一点，退一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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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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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冲着呢，他要一米一米，快快快，配合一下啊！开玩笑，开玩笑，一米一米。我就简单说这个啊，请大家。朋友圈里的朋友都往后退一米啊，要不然谁也高不起来。对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往后退一米。一米。下边有张全亮老师和他的弟子汤铁军。给大家表演，别再往前了啊，只能往后走。那会儿看了好多集，我去了四十多天，我昨天还没倒过时差，我上咱们也来学习看看。我这推手就是说皮毛，刚才金贵师兄讲得很清楚。我讲的就是说这个推手来讲，上无行云随风变，下无流水之流。他来的时候，你看这云呢，你打猫是吧？干出水来一打猫是吧？他这个就是说，他摸的是云彩，这云它根本就不会疼的，云了。那他在我下边来说，他不是水，都是水，哎，他是水，他们随方就方，随缘就。老师老讲，水是随方就方，随缘就缘，无孔不入。你看他一推我的时候，你看他是不是，他这低了，低了，我就往这儿水往这儿灌上，就这点意思，我说。啊，当然这里头贯穿从里面才能套。啊，咱们打对口的时候，主要是打轮，虽然得几个劲儿，我是捧手，他就是捋。哎，拍一个几按，然后我这儿。不要使劲，哎，原来我感觉到不使劲怎么成啊？后来老师老讲不使劲，用意不用力。这个意念呢是一种微量。后头那位老师，王成山，这意念呢它是一种很细微的能量，就是这个能量啊，分的越细，它会越大。刚才金国师兄讲这个。大动不是小动，小动不是不动，他劲儿来了之后，你比如说我大花的他看出来了，对吗？那么到来了，我这就一点儿，看一下这个前景是吧，他没感觉出来，你看这个手稍微拧了，蹲下了拍，看一下前景，这个劲儿来蹲下了拍，一手的劲大不能主要是松，别胆儿小，多大功夫一点小就完事儿。哎，那个来了到这儿本来就打身了，打身你看这腰胯一转是吧，处处漩涡，处处轴。他搭来之后，这漩涡就漩涡漩涡嘛，是不是？他嫩的时候，嫩的时候就轴，哇，轴嘛。啊，这我的自谦体会，谢谢大家。
会打游泪避嫌。我觉得是这样。软了，怕领导气着我。你没功夫，你怕啥？功夫高，一看就是。Gary，Gary， 下面有王培忠老师的公子王乃相和他的学生给大家表演。玩儿也行，玩儿也行。那个谁呢？那高哥的那美国人呢？美国人吗？不看你混。我要说的是什么？就是咱们太极太极拳嘛，一般的情况下，就是说。咱们老讲的是粘和走，是吧？但是咱们在分手当中，一般的情况下出的毛病就是有粘无走，或者是有走无粘，所以才出的毛病，知道吧？而且呢，在这个推手当中，现在我们练习的不是说给对方发多远为自己多么好，你凭什么能给对方发的远啊？对方没给你那么大作用力，你不可能借助那么大的，知道吧？所以说咱们在练拳的时候，哎，一定要根据对方来的多走，咱们这个才能走出来走话，知道吗？所以为什么现在来讲的话，你说电视上也好，干嘛也好，都好像严方又来了或者是怎么的，不等于都是这种东西，对不对？哎，像我父亲传的东西没有假的，知道吗？哎，假的根本都没有必要去学，哎，知道吗？所以说有的东西他都是等于是在这个时候，所以我给你们讲的时候，你们大家都可以听清楚，是吧？之所以今天来了，咱们等于就是有缘，是吧？哎，所以说咱们就是讲点真东西，假的根本别在这儿，漏都没用，知道吧？对啊，我说的是这个意思，知道吧？哎，因为有的时候，待会儿说，平常待会儿没什么事儿，说谁想活动活动都可以活动，不是不可以活动，知道吧？哎，现在我讲的是一个理子，知道吧？输赢无所谓，主要你站的是理子。知道吧？哎，这是最关键的，知道吧？哎，比如说他这手往我的身上这么着来，你看好了，这就是两个点儿，明白这意思吗？咱们一般的形象有两种，一种就是来吧顶，知道吧？这种顶我们原来也都在顶，我也参加过比赛，第一轮让他们推下来了，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你顶不过人家，人家都不说推土机嘛，对不对？哎。所以这里头来讲的话，还有一个太极拳揉，对不对？揉不好就是这个弱，什么意思？推吧，啊，我可不行，这待会儿你看完了，对不对？刚才这个就是有粘没有走，刚才第二个就是有走没有粘，但是我现在我给你们做出三个样来，所谓说粘和走，从这个低了说，等于是这种意思。他这边推我，如果他这边要力量大的话，明白吧？我呢，等于就是说走力量大的，沾力量小的，这个里头是什么？拳不力讲的，左重则左虚，右重则右秒。所以说他这儿来的时候，我等于就这种招，这个可以沾，明白吧？当然这个力不是我的力，是他的力，知道吧？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他这边胳膊力量大，我功夫高一点，我挨这儿直接就可以做走针，根本就不需要这边，明白吗？这边只是一个辅助作用，挨这儿就已经出现走和整合针了，这儿要走，这儿要针，所以等于是这种。第三个，我功夫再高一点，这个是以后都要学的，如果你们要真想提高，都得跟这方面发展。什么意思？就在接触点上做走针，明白这意思吗？这个都是这通过它都叫舍近求远，哎，所以呢，我这手虽然挨着粘着，但是我得以它为轴，这个等于都是辅，哎，所以我这手挨着，但是它再接着推我，那得是这儿先走，这是往回缩，那个小的这走站里出现东西，知道吗？真正的说不让它进来的时候，那个里头有三角可以拿，这个看对方是什么样的力。如果他的力都是一样，双手的力是一样大的，这个时候我用的是三角，这个三角是什么意思？往这边这一响，完了往它弹出上去，知道吗？这个力呢，就说不是说他来多少，我一推给他推出多少远了，没有那个，
他没有那劲儿，根本出不了那么牢牢去。你看，等于就这个，再等于就到这儿。你看，就到这儿。所以有的时候是借助于对方的劲儿，不要说好像说一来我用说，那我蹲着那就完了。但是这里头要看他身上有没有功夫，这是关键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有的时候是什么意思？一开始的时候是不让对方进来，就在两个胳膊上给他做，等到功夫来就得敢让对方进来，知道吧？因为退守当中净是插手的，那你插手蹲下再插，插不上我怎么办？但是我也是这么着顶，实际上用的原来我父亲讲的话就用十字，知道吧？这不这儿插吗？我就跟他这儿教成是十字，这儿怎么？哎，等于是这边的劲儿。如果没有这个十字，他这块劲儿你防不了他，你这边你根本就转不了腰。哎，所以说有些东西不在于多，主要就在一个精。还有的话就说，搭上手之后，就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？给对方那劲儿拿到一半，不能多拿，多拿里头就光有话没有发。哎，拿到一半，这个就定在这儿。比如他往这来，你看就定在这儿。为什么？这等他二次来，你明白吗？这二次来，这才有呢。哎，别想一次，不可能一次，因为人家没发现你用什么劲儿啊。哎，所以有些东西他都挨着，他连挨着定，等于就挨这方定。就我思想意识都集中在一个点上，所以说可沾可不沾。知道吧？所谓说不沾而沾，那是意念。比如说他再来，这是意念，看好了吗？这个大伙儿都可以试，知道吗？这个从哪来的？从打拳来的，空板拍来的。什么叫空板拍？比如说他那手往这打我，我们俩都同时打，你也回去打，你看，看到吗？你也回去打，哎，就拿回去打，看好了。打，哎，当然我做一个动作，他就劈我腰慢，他就空板拍，看着啊，打，哎，他就不过来了。但是我们现在练就要借助这个半拍，你知道吗？半拍，这是半拍，是我进攻的半拍，但是我可以不进，但是我手可以到这儿，你看啊，还是这么来了，哎，知道吗？这个是我该发的时候，但是我不发，这叫什么？叫化而不发。这里头跟谁一结合非常重要，你知道吧？比如他到这块来，你看，我这得跟他这块的表现，看看这个。不说好，那是发饿，发现我累不累？我还累呢，知道吧？所以有些东西是越来越小，一开始是大，后来是小，你知道吗？大是背，你看，大是背，这往远练好是往近。是说着走，在原地在这个。哎，所以我先讲这个啊。好，谢谢。不行，我就讲不了了。我必须讲，我就讲不了了。讲不了了。讲几句。不行。不是，我讲的意思就是什么？老爷子经常说，上中间上用，带着行什么呀？没带着行，我给你当马子。厅长，我弟弟讲完了，我就讲不了，因为家里来讲，他算没讲什么的啊。但是有些东西啊，都是他自己悟的，是吧？因为老爷子那时候再怎么讲，是吧？就跟咱们就平时这推似的，是吧？说这个老师带着你推，你可能还没悟到。怎么悟啊？回去自己悟，是吧？所以老爷子经常讲体用结合。体是什么？就是咱们盘的架啊。因为我们在家里经常说，他就说了，好好你得盘架，从架子里慢慢悟一些东西啊。体用了推手，千万记住一点，就是别想把对方发出多老远的。刚才不是说了吗？那是别人的力，对方力大肯定要远，地方力小没用力，你能给人散出去吗？是不是并不服，是吧？多会儿你把人家根拿起来了，这时候他服了，是吧？你看老爷子多会儿都是把人拿起来这么走，再很少有这种发人的东西啊。
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后要研究的东西，是吧？行，完了我就简单说这么点。红了，过了。那个王老师跟那个刘庆国演示一下。先让红了来，先让红了来。嗯，红了。带着带着人吧。啊，美国人来了，该是来了。嗯，该是。没有，刚才我让他想让买件衬衫。没事没事，那来一次。啊，待会儿来一次。先让红了讲。先让红了讲。王洪鹤先生，他的徒弟。刚才各位长辈讲的都是高深的东西，我讲不了那么深，我就做一些技术的，就是我师爷那时候教的平圆、立圆，和站走，就是跳舞。那么现在做一下平圆，平圆两个人相站。前面一个十字，待会儿他那脚上了十字这边，我脚上十字这边，起手的时候要用自己的鼻尖起，上次打手，他先进攻我这化解，回来的时候他推我的时候我往这推，我说肩颈上推，我这肩颈这是井盖，我盖住井盖，那再推也接井盖，我井盖揭开，这平圆。那么我翻的时候，这翻手不要用外力翻，再推出力，一翻我就出去了。翻是什么？接井盖，拿外劳弓找右肩颈，找右肩颈。完了，我推的时候，我拿我的肩颈推我的外劳弓。咱们蓝雀尾是不是有一起这儿到这儿？外劳弓找肩颈，肩颈推外劳弓。你看我这翻完了以后，我不拿手推它，我肩颈推我的外劳弓。翻过来，肩颈推外劳弓，肩颈推外劳弓，哎。肩颈推外劳弓，他为什么？他不能弯吗？你看我肩颈推上，你弯手，弯不了。为什么？我前面接触点没有着力，我没给他力，我没有给他意，所以他就不知道弯。如果这用力，他就知道弯了，顶了。再跟着肘，两内肾管的是两肘两膝。他这肘一离开，一较劲了，也就打肘。他在力道上，这是平圆，下面立圆，立圆先做半个立圆。他推我看我的山阳穴，我离开山阳看他脸，看山阳。哎，你看我就看山阳。来一下，你到这位置了，他最合适，他拿肘顶我合适。合适，我不要拿这扛他，你得商量商量。你这要他你顶吧，你看商量。哎呦，商量，哎，看商量，自下而上，看，因为商量，我讲的不对，医学方面有时候咱不懂啊，略知一点儿，他是手阳明大肠经。这要商穴，你看我师爷什么时候做手，这商穴老接触的天，老接触天，拿人时候一起入，你看他老接触天。为什么？手阳明大肠经，他属阳，二阳相合接触天，他不合就冲，产生冲力。这是平圆立圆的上边半拉圆，那么下边半拉圆他往我这个胯推，推着胯，我这儿胯的时候不能用力胯，你肩一胯合，翻过来，我抬手我再推他脸，这是立圆，因为他那个手练没法做，下面做粘走劲儿，一
我为主，我手走你跟着，跟着小碎步。走，跟着跟着，你走我跟着。这单手换双手也一样，你双手走，我就跟着。这就是跳那个跳舞似的吗？不求输赢，我就跟上他。不求不离，你离开手就往我身上推。我手没贴着掌心，我始终要跟着掌心说话，因为我这个文化不高。我有一个名词儿，我师爷说我土，我什么呀？我贴在手心呢，他躲开了，把手掏出来，他推我的时候，我绝不扒拉他手背。为什么？我起个名词儿叫，我贴着手心，手心是我的朋友，老朋友，他离开我了。你看手背这儿近，我不用关手背，我继续关手心。有了老朋友，有了亲朋友，我不关老朋友。哎呦，让他们去有来无回。这是这个沾走的事儿。看来这个就是说他有定势，两个人一直要有接触点，都往后退，再往前上。你往右，我一点，分开，再往前来，咱俩都往下蹲，蹲下去，再起。那么记住这点儿，不能变化，不能离开，不能加力，不能减力。我要讲的就这么多。好，好的。下面我和我师兄来比划一把，那我让我师兄教我。哎，别别别！算了吧，我师兄教我呢，是不是？不要不要，来老太太。好好好好好好好，我师兄是那个我们这圈里的高手，刚才那是他教我啊，不是我的呢，是他的教给我。董老师，别光比划啊，别人说再比划着，让大伙都得受点益。哎，纪念这个王老师啊，我这推手这方我写了一篇介绍王老师的文章。先介绍。这篇文章呢，已经上到网上了，由这个杨森上了吧。来，让他尝一尝。我忘把他上的网上，因为太长，我就不念了啊。刚才我说先说些介绍，这位是王老师那个代传弟子，是金满良的徒弟啊，叫白桂华啊。他的功夫很好啊，也继承了师爷那个。沾之则起，发之则出的这个手快的功夫。对方父母接来说那一个快比划，我呀不用过自己。我去，快一点，快来，呀，快。
就让咱们来瞧瞧。谁敢来？我这干嘛？太想投降了！我真的不许投降。这个他不敢。他不敢那个。推我顶上出去吧，然后他别往推来，坐下。我不给他接受点怒火，不给他接受点怒火，不给他接受点怒火，惹让他快来，快！碰惹，你快躺下，快！没有咱打扰的机会，外人咱不跟他打扰，咱都快来。下面由这个苏文亮老师和他的徒弟马振刚的跟大家表演一下。注意点啊，苏文亮老师已经年过八十了啊，注意点，别什么，可叫腿麻了。多会儿就不行了。别夸我，我会骄傲的。有的可骄傲。李宗鹏呢？李宗鹏。下面由那个奶香再跟那个他的戴瑞啊，戴我四哥的那个谁，那奶翔的，哎，对，奶翔的，这是美国的朋友戴瑞啊，他跟那个是那个王乃祥的弟子，今天跟他的四叔，五叔呢，一般都管我叫老叔，老叔老跟他老叔老叔，来跟他，轻点，因为我这是话他不发，哎，你推我，你看推我吧，你看这是话，是什么意思？我在这个里头这块的话
你看，人是在这里，看好啊！刚才我讲那十字的那个是在这里的吧？他是用横着，我用竖着，挨着，那等着机会，等着机会。都是这人，接着来。杨建华来吗？漂亮。杨建华，你带着谁来？下面由那个王老师的代传弟子，也是张玉忠的弟子赵万华先生跟大家介绍一下。赵万华呢，今年夏天那个在那个北京国际武术交流吧，国际武术文化交流会上得了推手的金牌，让他大家给大家展现一下啊。高兴，这个真的是长见识。我是头一次，参加这个推手大会。刚才看到几位高手，几位这个老师的这个表演，真的是非常的感动。我觉得我们中华的武术，我们的太极拳应该弘扬，应该不断的发展。我呢是昨天晚上从山东、江苏、安徽演出回来，今天晚上还要赶到这个河北的沧州，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新连新的演出。今天这个我是太极拳的这个热爱者，我以后要跟着老师们学习，希望老师们这个多多指教，感谢董老师带我到这儿来啊。我觉得今天这种场合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，所以我想给大家就送上这首常来常往，希望我们以武会友，希望我们常来常往，好不好？好。亲朋好友记得常来常往，有了牵挂的日子心中有希望。亲朋好友记得常来常往，哪怕山高路再远，有你在身旁。生活有些累，工作也挺忙，
忙里忙外的心情就缺少了阳光，送一番祝福再道一声吉祥，哪怕雪花满天飞心里暖洋洋，相聚太匆匆分别总漫长，奔忙不休的脚步就会有些迷茫，送一串叮咛再道一声健康，哪怕风大雨再狂心里坦荡荡，亲朋好友记得常来常往，有了牵挂的日子心中有希望，亲朋好友记得常来常往，哪怕山高路再远有你在身旁，有你们在身旁。